经过这两年我们和合作伙伴不断的努力，看着我们最初种的草籽一粒粒萌发长高，每当我们在红外相机中看到赤狐和雉鸡家族的身影，我们都非常的激动，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正在一点点改变这片退化的草场，我们正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情。